真的是一个小渔村，但感觉住在这儿也不错。嗯，我朋友跟我最亲的朋友管我叫全名陈文琪。哇，嗯，我们三个就是来吃饭的。三个客人，真的是客人，就在这吃饭。我们专心捡贝壳吧。哇哇！走了走了。我要慢点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儿有抖。你有王是不是？他也有王。十张，十张乘以七，七十。乘以八，因为我王八。八妹妹，八。你看，这是你昨天吗？对，这是昨天的日落的。你看，两种画风。嗯，真的是红茶味道呀，还不错。嗯。嗯，好香。我觉得两个妹妹像把整个世界串起来，好漂亮啊！请帮我配上一些 BGM， 就是那种 ，you know， 我知道你们知道的。你是忘了打水仗是吧？我不相信你们俩，你在干嘛，彭昱畅？彭昱畅，彭昱畅，哎呦哎呦，能不能水大点儿？这已经最大了，我一直在压制着他。哎，哎呦我，何老师快救我！彭昱畅，走开！哎，哎，走！哎呀！什么？停啊！三个。停啊！停啊！你的童年，我的童年，好像都一样。你能不能完整的唱？你到底在没在参赛啊？我是个 KTV 选手。56个星座，56枝花，56个兄弟姐妹是一家。漂亮 ，OK。